澳门首个沉浸式达文西主题展览在永利皇宫正式开放了。展览结合艺术和科技，为大家带来多感官沉浸式体验，快点入去感受非一般的 Art Macau 啦。一踏足就沉浸式感受达文西的天才世界，以不同的感官全方位体验达文西的杰作。一戴上 VR 眼镜就好像身历其境，感受达文西的世界。欣赏完艺术画廊之后，还可以和蒙罗丽莎互动，一起微笑，运用数字技术令画作活灵活现。这个展区利用了当代视觉和光影空间，去刺激大家思考人类的真实面目。飞行空间通过多重投影和互动 3D 技术，重现回达文西设计的飞行器。按1:1比例投影名画《最后的晚餐》，高清素描草图的细节一览无遗。行完展览还可以试埋永利旗下餐厅的达文西主题餐饮。糕点融入了达文西的元素，放在达文西名画自画像上面，真的很特别。成为永利尊享会员，购买展览门票即时享有优惠折扣，大家快点登记成为会员啦！